噔噔，Hello，今天是我们三只轨迹的最后时刻，但是有一个小猪好像还在睡，让我来扣扣它，让我们边听片头曲边听听这个嘟嘟声啊，看看这个小猪会不会来。Hello，Hello，安安哦，安安，嗨嗨，嗨嗨，今天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了，应该啊，理论上，上次玩到那个感觉、那个氛围，应该是要迈入最终章了，就让我们来看看是否会是最终的时刻吧。喝饮料，喝饮料。小猪醒了没？哈哈，哈哈，已经正在开始啦。我早就在看了。啊，你早就在看，你早就在睡着了。什么叫我早就在睡着？我们今天片头只有两个哎，我刚好看到。什么吃货讲？你们都在那边乱讲话。谁乱讲话？大家说实话啊。你从来都不乱吃东西的啊。你不乱吃东西吗？哎呦。不乱吃东西啊，都只吃美食啊。今天应该会非常热，不然还有时间会直接玩闪二吗？不会哦，闪二应该还要再酝酿一下的时间，它不会这么快就出来。哇，还在公司正准备要回家，表示难过。你可以看记录档，或者是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边走边看，然后小心车。可以没有？我觉得还是不要边走边看比较好。最近有时候啊，在路上的时候激战一番，然后车子都会有点危险。都不知道为什么这年头车子都不会看手机的。那、啊、你看到行人在看手机，就要小心啦、啊。屁嘞，不是这样吗？不然你都是直接撞下去哦。哇塞，好恐怖。这样子不行啊！不是啊，就不要看手机啊！你不要这样倡导一些奇怪的话。哎、欸，你开车不看那种在看手机的人，你要看什么？什么意思啊？你骑车开车就是要注意行人在看手机，然后你就要小心，这是很正常的啊。噔噔噔，好啦。在开始之前，你是不是上次还欠我了什么？然后原本还欠我，然后就在别边那边海鲜偷唱。哎呀！来吧，小鸡哔哔哦。哎呀！真的要这样吗？哇！干爹来了！这个人居然要用。这个小队长居然要用订阅加上唱歌，我们隆重的欢迎最新的小队长艾伦，他的加入要带领我们唱一首歌。别说啊，谢谢谢谢谢谢，那可以开唱了。整个真的，我虽然还要唱，我觉得我真的是世界大好人。嗯，哎，所以你说话都不算话吗、啊？没有啊，我没有说话不算话，我说我世界大好人啊。快点，你可以承认一下吗？要开始喽！哎、欸，要我清唱哎、欸，太过分了吧！你可以听东西啊，我这边听到的是清唱啊。哎、欸，讲屁话！小鸡哔哔哟 ，Ready Go！ 要清唱哎、欸，啊，太夸张了，太夸张了！点。哎、欸，这好干哦，我真的受不了哎、欸。啊，你可以听东西啊，你就不会干啦。
可是你们那边听到我在清唱，快点啦！哦，大家，我很想要赶快玩，现在就是他一直不唱，我真的很头痛。闭嘴！等等我一下，我真的要疯。真的，我太棒了，我知道。为什么要唱完我们才有办法再按下这一个按钮？你看那里有小鸡哦，你看那里有小鸡哦，小鸡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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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哦，你看那里有母鸡哦。你看那里有母鸡哦，母鸡 go go go， 小鸡哔哔哦，小鸡哔哔哦，要唱多久？唱完啊！屁啦！你看那里有公鸡哦，公鸡汪汪汪，母鸡 go go go， 好干哦！救命，我不要唱了。不会啊，我唱到这里就好了，好不好？请饶了我。哎，我刚才赞助你，我是你干爹，我求你。这是两回事，而且赞助我的是小队长、啊，所以小队长的意思就是指在你上面还有一个国王，啊、嘿。好好好。所以请继续唱下去，快点。你看那里有火鸡哦，你看那里有火鸡哦，火鸡嘟嘟嘟，火鸡嗡嗡嗡，母鸡咯咯咯，小鸡哔哔哦，小鸡哔哔哦，小鸡哔哔哔哦，你看那里有鸽子哟，你看那里有鸽子哟，鸽子噜噜噜，火鸡嘟嘟嘟，公鸡嗡嗡嗡，小鸡哔哔哦，小鸡哔哔哦，小鸡哔哔哦，小鸡哔哔哔哦，你看那里有猫咪哦。你看那里有猫咪哟，猫咪喵喵喵，鸽子噜噜噜，火鸡嘟嘟嘟，公鸡喔喔喔，母鸡咯咯咯，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鸡哔哔哟。你看那里有小狗哟，你看那里有小狗哟，小狗汪汪汪，喵喵喵。你来唱啊！只是啊，我帮你配一点而已啊。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哔哟。你看那里有山羊哟，你看那里有山羊哟，山羊哔哔汪汪汪，猫咪喵喵喵，鸽子噜噜噜，公鸡嘟嘟，母鸡汪汪汪。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哔哔哟。你看那里有绵羊哟，你看那里有绵羊哟，绵羊哔，山羊哔。我鸡嘟嘟嘟，公鸡汪汪汪，小鸡哔哔，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哔哟。看那里有母牛哟，你看那里有母牛哟。羊背山羊背，小鸡汪汪汪，猫咪喵喵喵，鸽子噜噜，公鸡嘟嘟，公鸡汪汪汪，小鸡。好了吗？可以的吗？还没，就快结束了，你这去唱吗？那里有公牛哟。你看那里有公牛哟，公牛喔，咩咩，猫咪喵喵喵，噜噜噜，公鸡嘟嘟，公鸡喔喔喔，小鸡哔哔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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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里有拖拉机哟，你看那里有拖拉机哟，拖拉机喔，拖拉机喔，拖拉机喔，小鸡被撞了，哎，好了啦，啊。勉勉强强还 OK 啊，这样我们总算是可以开始啊！哎呀，谢谢我们的艾伦小队长啊！呵呵，小鸡哔哔哟！啊，谢艾伦，小猪，艾伦，哎，怎么一样声？嘿，艾伦，啊，我忘了把声音弄回来。我刚刚连游戏声音都关掉了。哎、欸，你很过分了，你太过分了，嘿嗨！如果开战了，像我这么柔弱的女子，一定会在转瞬间如花凋零吧？或许我该回老家才去。不，正因为这个时候，才更有可能遇见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才对啊！啊，艾伦，艾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嗯哼哼哼。晚上好哦，有时候等着都快吐血啊，我也没办法。这个小鸡哔哔又一定要先唱完才有办法开始啊，对吧，艾伦？艾伦，
那可去倒杯水了。最近充满让人心情沉重的新闻，我担心街上的孩子们会不会很不安。修女最近好像也很累的样子啊，我想等一下还是去教会露个面吧，这样多少可以消除大家的不安和忧愁。玛格丽特这个恐怖的 S 级，我说。噔噔噔噔噔噔，中哦，猫咪，喵，不能再给它喝牛奶了吗？哦，喵，李恩同学，班长你在这里啊？你在这里的不是舍灵吗？他好像溜进来了，我一边在照顾他，一边稍事休息。李恩同学在找克洛同学和米莉亚姆同学吗？对啊，到底在哪呢？但是我会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呵呵，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喽。班长，有什么令你在意的事吗？那个，果然有关克洛贝尔那里消灭加雷利亚要塞的兵器是这一连串演变至今的状况，总觉得有点令人在意，就像是被某种东西给引导的样子。某种东西啊，哈哈，你们那个别太在意啊，我可能只是看了太多那方面的小说。不，我也会多加注意的。总而言之，待会见啦！找到克洛通他们之后，我也会马上回教室的。我会等着。喵，政府好像会在正中午发布消息。好，我会准时回来的。哇，艾伦，你不讲话在那边吗？用聊天室吗？好，那我直接骂你，王八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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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蛋，王八蛋！怎么了？你没事就开吗？没收工就开吗？哇，好凶哦！大家你都知道，平常周台是周艾伦都这样欺负，对啊，我真的超可怜，对啊，没想到他现在还没关台就在欺负人，对啊，我觉得最好就现在要给我呈现这样被我欺负的状态，我觉得这世界没有温暖。真的，世界没有巧克力也没关系。听说帝都的大道上也越来越多人在抗议了。爸爸好像也一直没有回家。要是开战了，我或许没有办法悠哉的继续走音乐这条路。要是开战了，艾伦也没有办法继续滚泥巴了。哇，绝对不能开战啊！只要第七班的大家都在，总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紧，得冷静下来行动才行。对啊，艾伦，冷静下来。把那个五六七 ban 掉吗？把他 ban。什么东西？没收工就骂脏话，还说你没收工都骂脏话？或许真的会演变成战争呢。我之所以来此赴任，是为了教导军官学院的学生们，除了战争以外，别忘了爱的遗憾。但为什么老是发生这么难过的事呢？马来教官，不要难过，有我在，有马卡洛夫教官在。竟然有可能变成战争，好可怕哦！我是不是也该回卢雷去待在爸爸妈妈那边了？不对，也不能把舅舅留在这里，我该怎么办？没想到，状况紧急的时候，我得拖着舅舅到卢雷去避难才行。明天还是很担心的，看来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今后情绪到底会如何呢？对呀，这个最后时刻，大家安安。今天如果完结，先行警告各位自己的下巴免得脱臼。是怎样？米莉亚姆同学，我没看到他哦，因为今天要是上课的日子，所以没有举办社团活动。对啊，米莉亚姆跟学长会去哪儿？艾伦，你猜嘞？我有点猜不太透了。他们会去哪？米莉亚姆爱玩的地方，可以玩的地方。不是啦，战争我才不管呢。我只管对我的作品倾注心血。哇，社长也是。哎，这边这句话很重要，你们几个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是吗？他这么说也是没错，越是在纷乱的时代，你可以去担心，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担心这个国家就如同我担心诺德一般，毕竟这里对我而言也算是第二个故乡啊。哇塞，我不需要。连续玩机器人就要被贬哦，今天很大吗？我看一下哦，会啊，我这边都还蛮顺的哦。
看你们可以关一些东西看看。我看起来也很顺。你看起来很顺，但其实很卡。哈？请用海伦 B 度斯，让你就这样子。